下一个游戏啊，要考验一下成员之间的默契程度。我们游戏的名字非常简单，戴耳机传话。游戏规则就是成员戴上耳机听不到外界声音的情况下传递指定语句，哈哈，传递时间更短且准确度更高的一队获胜。好，那我们这一轮 B 组的 B 队呢，需要选出四个选手。我们这边好了，选出四个选手，然后其中呢，咱们剩是 A 下的那一位要担任一下这一环节的。我们剪刀石头布吧，就是剪刀石头布。来，你们可以先说剪刀布。来，剪刀石头布，再来，剪刀石头布，好家伙，再来，剪刀石头布，再来，剪刀石头布。今天会不会就卡在这？哦，你俩决定一个 MC。剪刀石头布，好，恭喜 MC Nine。这我擅长的 MC Nine。好，我们的主持人是小九。可以。好。我以为你成了一个手雷，我的天啊！哇，这个麦啊，还有加油站那种类似，有意思。我们换一下座位，主持人坐在啊，站多的是，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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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站多回来，没问题。好，今天交给我了。好，好。然后主持人的身后呢，沙发后面有一个小的底板，看到吗？哦。哪里啊？什么时候在那？随时都有惊喜，到处埋着。是吗？别人不可以看，我们不可以，自己可以看。我们不看，我不能看，我们不看。你也别给相机看到，对，别给镜头看到。那反送是不是要关了？哦，看不到。OK， 眼神也没那么好。哦，兄弟们，耳机。好，谢谢啊。从哪队先开始吧？你们，你们开始吧。从我们开始吧，我们刚好拿了耳机。你们先戴上吧。行，你要确保戴上之后听不见，这个游戏才好玩。大家，你们说话是不是？什么歌啊？很难吗？多多加油！能听到你们说话还是？多多加油！没有气了，现在没有。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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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服务员，这是什么？是这个音乐。健身的。当当当。然后那个，那我们决定，我们决定一下。你们自己决定啊！是现在很来来来，我们来一个噔噔噔噔噔，你们先戴上，张多。然后我们在玩的过程中，我不允许你们影子放下来，一次都不可以，可以吗？明白？哎，你听的，假装你明白，你听得到啊？你这样，你把拿下来，拿下来。听得到吗？把耳机都戴好，试一下。大师，好，让我听听。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真的太大声，真的听不见。那就从赞多开始，然后传到 AK， 是吗？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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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规则是给，哎，所以我。我们是传的是词语，对吧？类似吧。给最前面的人看的。我想拉我们组员商量一下。你要不我们俩在中间。对对对。也是。他们那边 AK 在前面，你去前面吧。所以这个后面要不我打第一吧。你他第一吧，我猜。然后我们啊，行吧。我这样，我就坐这儿吧。好好，来。我们现在顺序定好，是我第一棒，战斗二棒，太白三棒。看他的词儿。好。慢慢走。那我们一定要戴上。现在我也不会给观众们看，对，不然他们会告诉你们。对，所以第一句话我先给博远。哎呀，你们要想好博远，好不好？只能给我看。风暴眼很大的声音。好，请戴上耳 headphone。好，哇！但是真的要多多加油。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啊，准备好了啊。那开始咯，要开始咯。嗯 ，OK。博远，你是昨天才刚刚学会说话吗？这什么？这什么？好，我看。哎，等一下，不能 pass 对吧？不能 pass。不。等一下，他要计时吗？我看一下。我自己计。你计时，那如果我 OK 了，你拍我。行，来，准备。我看一下。开始。好。你拍我肩膀，表示开始。啊。六个字。Six words， 六个字，六个字，他在听重播。一二三，一二三，真的吗？我也想听。六个字，五和六，五和六是 A B， 虾虾 A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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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虾仁，你们不能虾仁。第五个字是虾，第五个字是，第五个是虾叉 A B A B 虾 A B。哎，比虾虾虾虾，哎，前面三个字，西兰花，一呀，西
一西兰花还有十秒，西兰西兰花花八，我们队伍喜欢你，西西兰兰花花花是。五哇，西兰花，西是西是 west， 三西西兰花二草啊草，虽然说话我的队友是草，没办法，西兰花草，吓人啊！不需要大声吧？先音量取上吧，告诉你什么叫真的狮吼功，他可以，张远远可以的。开始来，六六六，然后五六四。杀五六七五六四杀游泳杀对了虾杀杀杀先到齐杀五六四杀请坐六七坐下做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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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杀的做饭你知道吗词那我知道词吗十秒还有十秒啊继续对解哦不是可以再说十秒什么继续十秒十秒十秒 OK 十秒来一遍来五六四杀五六七杀杀是花瓜花瓜对对对花还有做饭做饭花的做饭的杀做饭的杀傻瓜傻瓜傻瓜瓜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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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我不知道这是这是五六七八什么西瓜水课了现在开始数学课了听不见开始数学课了杀你们听得到歌吗听不到听不到五六七那我感觉我像个白痴做饭啊这听不见瓜游泳这个游泳请坐你可以请坐下加油你第二题我跟你五六七走减行我们五六七减行哦瓜做饭瓜这样吧第二页做饭的瓜好的还有大哥懂吗可以了我觉得他可以了瓜五六七然后做饭瓜香对是新的一道菜汤包咋好了可以了我先试一试吧啊我觉得啊你站起来你站起来有三次的机会回答对吧结束了三次吗我觉得不可能了可以拆了可以拆了拉拉对不起我高估了自己好一直是拉伸完请 AK 回答拉伸完去炒饭拉伸完这第一个答案很接近了拿下对特别接近啊拉伸完去炒饭对了他肯定在这误导我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对了一个字 AK 真的对了一个我问问派派问问派派你知道吗对啊这都没对好吧炒炒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从最开始说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他跟我说什么五六七嗯是对了啊是吗嗯嗯对了好啦不能再猜了不还没有没有五六七要什么做饭什么呱呱呱你给我最后答案对最后答案我们讨论一下是的过程中你们收到了什么信息表情管理你觉得是拉最后机会哦拉伸后吃西瓜这个逻辑 AK 也给了答案是拉伸后吃西瓜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啊这是我们晕倒压上了我们要补一点我们的 vitamin 是的对的那正确答案是正确的答案是我好期待我嗓子三哪个机会三二一西兰花炒虾仁对了所以啊这个是虾仁啊虾虾虾我说虾你们听这个因为哎第五个字第六个字的意思吗这个字你可能不知道啊不知道就是虾仁就是没有 skin 的虾我们应该哎这个有点难这个难呀我谁想这个词啊哎呀来一二三所以我说可不可以
pass 这个反正一场特别大，所以呢，这个游戏这个就是难度，却不能 pass。我觉得今天我们哎，我们 B 组有点危险，不用担心，也不可能他们。哦，第一个三道哦，这个是的，所以请先坐下来。OK， 好，先我的，给他们，我们把这个传给他们。我们传一个，太难了，我传耳机，只有几道走放沙花。我嗓子对吧？没说错吧？对，有花有草。你也没说什么草，就坐，我就笑死，虾仁的虾。这个太难了。啊，这里，这个在手，要不到可以。太难，可以。然后，好的，准备好，找个难的。再一次，小九，你别忘了你是耳朵好，你耳朵好。现在我在中间，是忠诚的。你要决定一下他们，我是忠诚的。然后你投给我，我二十二岁。我们这边打算跟你年龄，我要成熟一点。哎，那边也开始了，那边也开始了。我们这边打算搞音量，坐一下。哦，告诉什么叫大嗓门？好，看我，看我，看你，好好看你，看我，看我。没关系，这表示听不见了。看他，看我，看我，我的，看我，看小九，看我，看小九，看我。他带带上，带上，好凶！准备，别看，点了，准备，准备好了，准备好了。那我开始哦。我忽然觉得我刚刚戴耳机是一个傻子，我看他们这个动作，好期待啊！好，他们说是什么词吗？我们也不能看吗？难一点的，难一点的。哎，我想看，我现在在选，稍等一下哦。我们也可以看，要不要帮你选呢？准备好了吗？哇，好难。OK， 我开始咯，我开始咯。我跟你说，不能看。他们不一定呢。准备好了吗？来吧，开始。来，计时啊，卡一。我们开始。三八四都跟我没关系。什么什么？不是跟我没关系啊！他们现在学习才跟我没关系，我们的学习开始，我的学习。等一下，你一个字一个字来，是一个字一个字来，还是十秒？哦，什么时候我没关系？我今天会不会被吓到 ？OK OK。什么事？什么？什么事？什么事？都和我，什么事都和我，什么事都和我没关。冬瓜，都和我，冬瓜。他们说的学习才是我的，下面一句，他们说的学习才是我的。和我没关系，我觉得什么动作可以了吧，可以吧，很确定吗？确定啊。好，那请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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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错吧？别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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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麦不要别头上有人。哦，好，哦，对，哦，这歌太好。站好，站好，站好，我们站着吧，我们来总结一下你们拿到的信息是什么，好不好？啊，你先猜，我先猜，嗯，下一句是。什么称谓是都和我没关系？哇，是这样吗？没有那么长。等一下，等一会儿，你拿到的信息，你觉得是？但是啊，我有一个疑问。什么称谓是都和他刚才跟我透露说有两行字，这么长，拼一下，拼一下，切一下，切分。这么长肯定是两行字吗？他们可以去点字啊之类的。嗯，你认为呢？什么称谓是都？你确定你给我传的时候是对的吗？我这个表情，他跟我这么说的呀。林墨的今天的逻辑跟他这个外形很搭，就是确定了吗？大家伙，我先让这样。OK， 那我就这样说，他们说了学习才是我第一，什么创世都和我没关系。OK， 这是你们的，这是什么口音？最终答案，这个是全部的答案。不，没有，你不能说，你不能说。对啊，确定？对他很有最后机会，最后答案是，你再说一遍，最后的答案是。
他们说了学习才是我第一，什么传世都和我没关系。所以他的最后答案是这四句话。好，那现在等一下，我能不能说答案？不能，只有当然不能。好的，不能。那我先给你们答案，好不好？好，好，三二一。哎，对了呀，凡事都和、哎、我就知道对了呀，所以是不是他们错？但是呢，你的最后答案是四句话。哎，是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个游戏，没有但是，这个游戏你有玩过？我们没有游戏的，只要是我们答案当中，我不是那么善良的人。哇，我今天是主持人。这个，你的话筒呢？哦。好，那我们第一轮没有决出胜负，那我们再要再来一轮。OK， 哎呀，我操！最后一轮决定谁会赢，那也不是他们那一组的 MC。我们要看的是谁的？我是中间。哦，我是中间的人。我们要看的是谁的对的字儿最多？对，我们这把字儿后面也有更多。接下来可以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又开始扫这一轮。我是第二个。是我决定哪边会赢，好不好 ？OK， 请坐，请坐。我们说话一点呀。就是从头到尾换一个，没问题，没问题，这样也可以。准备好了跟我说，如果是男的，嗓子会痛。我是说的是，我去，你这样，这样，我们一个字一个字的说。来来，请教二姐，想一想，我们有什么逻辑啊？啊？什么逻辑？什么没有逻辑就刚才，如果你不知道那个，这个就刚才那个规则你们听到了吧？听到了。过一个词都不行啊。是几个词？对，这个也会用到你们这个词，然后。没问题，如果你知道里面的某一个字，他你觉得他知道，先说，他给你抛出第三个字是，这太难了吧？对，如果你想说一什么，然后你就说一，然后比如说是一就是，对对对对对，这么说可以，这样。刚刚最好笑是张大凯说什么是龙和我没关系，然后你们说什么？太好了，不是，我跟你说，是。张大凯他在说话，我感觉是呜呜呜，就这样，然后他嘴巴。就这样，我就这样。哇，我拿到了。OK， 好，那我们就戴上，戴上耳机。OK， 好不好 ？OK， 等一下啊。其实我可以不戴是吗？我要戴吗？那我们就一样了。其实啊，如果你想听歌就戴着，我可以不戴。戴着。可以不戴？不可以，戴着吧。戴着吧，当然戴，那都戴着。听到吗？听不到吗？听得到一丁点。OK， 不，我问他们，听到吗？他们听不到就行了。听到吗？听不到，确认了，我们确认，他们听不到。那我们开始哦，开始喽。一个字都不能错的话，估计要纹到明天。好，够了。让我看一下，你得让我们看。不，哎，如果你是，这个，唱。唱歌，唱歌，篝火扮演着 DJ， 篝火扮演着 DJ， 听得懂吗？我们外国人的妈，是我们记不得词。啊，风暴人，来，哇，十秒，十秒，十秒，这个，篝火扮演着 DJ， DJ， 篝火扮演着 DJ， 中国扮演的 DJ， 还在一旁噼啪作响，两句，还啥？就算了吧。篝火扮演的 DJ 还在一旁噼啪作响，唱歌 ，Wonderland Party 的歌词。对了，我们要拜年了。走走，如果是唱歌的歌词的话，我们要拜年了。跳舞，对对对，中国，中国，这个中国，中国，中国，拜年，亲，拜年，谢谢，欢迎，拜年，拜年，中国拜年。中国的 DJ， 外界的中国拜年的中国拜年的 DJ， 就是中国拜年的 DJ， 恭喜发财！中国拜年的 DJ， 谢谢，我来唱我们中国拜年的 Wonderland Party，Wonderland Party，Wonderland Party， 对，中国拜年的 DJ。唱我们的 Wonderland Party， 对，那么怎么中国扮演我们 DJ，
还是还是半年，我们的你去拜年，去拜年，你去拜年，去拜年，对啊，不会可以猜出来，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半年，中国，半年，半年，半年，中国，半年，半年，新年，半年 ，DJ，DJ，DJ 唱歌，中国半年 ，DJ 唱歌，你知道我们的 party， 我们现在半年要有 DJ， 半年没有 DJ， 中国。拜年，拜年吗？十秒，拜年，拜年吗？DJ 唱歌，唱歌 ，Wonderland Party， 我知道这个答案一定是错的，但是我没得选。中国 DJ 拜年 ，Wonderland Party， 中国的 DJ， 中国的 DJ， 中国的 Party， 中国的 DJ 听到了吗？你拜年结束，笑死。是我的错，拜年错，加油，远哥，相信你自己。我知道这个答案一定很离谱，你的答案还是要说出来。我现在已经住在中国大概一年多了。我刚知道拜年的时候又有利剑。对的，我也才知道。我也觉得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可以调整一下，可以试一试。我把这说好，正常过今年过年的时候就。那你觉得他在说什么？你先说。他在说中国，拜年，DJ 唱歌 ，Wonderland Party， 是的，他去有可能是拜年的时候 DJ 放我们的 Wonderland Party 了，拜年的时候，但是这句话一直也很有道理啊，我不相信他成为一个逻辑，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对的对的，你等一下看到答案的时候你会气死，你真的说的非常接近，我听到赞多这句话的时候，我感受到他的无力，我跟你说了，你特别接近。你是特别就是哎，等一下，接近对吧？我还有机会改答案吗？那不行了，不行了，我想猜一个答案，我想猜一个答案，我想猜一个答案，只有给一个机会，猜吧，我不要提示我哦，靠我的 ID， 如果错了，我就是侮辱我自己。好，中国拜年 DJ Wonderland Party， 你的点在那个拜年身上，别说多，林宇，我信你啊，别信，你信我，信我，好好，你看最后答案是不是？不能讨论了，我给你五秒，对啊，好，这个台子好舒服，五，等一下，歌词叫什么？四，看网上我知道，就是中国拜年，然后有利剑，三，歌词，二，等我扮演着 DJ， 一还在这琵琶座。哇！对了，回来。等一下，再上一个，再上一个。等一下，没有机会了。他们，他没帮我，他没帮我，因为我猜 DJ。我听一下，你的词是什么？给我最后答案。我现在嗓子哑了。怎么扮演的 DJ？ 烟火灯火。哦，不能套路了。灯火。等火什么？我完了，再完了，这词不是我的。好，我最后三秒给我答案，好不好？三啊，灯火二，篝火扮演着 DJ， 给我最后答案。篝火扮演着 DJ， 还在一旁琵琶坐下。对吧？对不对？错了。这都能对？主持人在这里。我给答案。Show me the answer。虽然不知道。最后的答案就是，哇！你看，我就是说对了，我就是厉害，就是说对了。看看大家的反应。你不是中国吗？不是，因为中国班顺着这个逻辑回去的话，带 DJ。我跟你说，我总结一下。我跟你说，现在言多必失，要佩服博远了。为什么呢？博远，从我拜年和利剑，博远真的能是考答案出来的，所以感谢他吧。谢谢。对的，厉害。我决定我不要再最后一个了。怎么又跑最后一个？中国拜年。那还要挺好的，厉害的，还认识是吧？这个是真正的中国 DJ 在拜年的时候唱 Wonderland Party， 哇！跟 Wonderland Party 又有 DJ 的，就那句歌词之类的，对吧？你怎么开心吗？开心啦！好，现在请教，摘耳机，我们摘耳机，还有一个，要等一下，在我手，又得再玩一会儿，来吧，哎。
哇，这一轮加油你们，人就是跟你们加油，中国半年 DJ 战歌，呜。哇，我嗓子我太累了。哎，等一下，他们决定要柯宇最后一棒是吗？应该是。这样看来，最后一棒，如果活在暂时中央的位置，我那就开始放弃。由于自己放弃，前面这两个暂时中央的位置，意识。如果活在暂时中央的位置，我把那血汗子都我们做面子，暂时不历史。好，跟直播间因为，你请坐，谢谢。因为这边别看别看别看，这边呢都是。对中文特别熟悉，所以有一些我觉得他们是认识的，因为我会跳一些没有那么难，因为其他的比较难。好，我们都赢了一次了，就开始大发慈悲了，你知道吗？你们输吧，我不想再玩。好，他们如果赢，那就要再玩一次，对吧？因为他们如果输，就是我们。那没事，那我们就输吧。好，我选好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turn 反过去，反过去，看，过去，准备好了吗？好了吗？好了吗？好了。只有家园可以。好，好了。这是个费嗓子的游戏。开始，计时、啊。五个字。你。小。胡。茶。为什么用耳朵啊？啥？为什么用耳朵？好本能，好本能，大声一点，大声一点。你少长长长啊！胡茶茶茶胡茶胡茶了乐乐，你长胡茶了。哦，有戏哦！哇塞，我觉得有机会。这一次你我你长我长。长胡茬，我长胡茬，我长胡茬，你长胡茬了，我长胡茬了，对，你长胡茬了，我长胡茬了，你不是我，是你，是你，你长胡茬了，你长胡茬了，对，没了，对，五个字，你长胡茬了，好，结束，关键，对吗？你长胡茬了，对吗？我 no， 你长唱胡。胡五胡胡胡茬五下巴胡子你长胡茬了你的胡渣你长胡茬你的胡渣你长你的长你长长你长你长胡茬你长胡渣胡茬的选择胡茬最后一个茶你长胡茬对不对你长胡茬，我就可以。你长胡茬，你长胡茬，对不对？对了，你长胡茬，十秒。你长胡茬，十秒。你长胡茬，乐。你长胡乐个乐乐，你长胡茬了，哇！长胡茬了 ，yes， 对，你长胡茬了，要加赛了。四，再说一下，再来一遍。三，我的嗓子。二 ，OK 吗？要不我摘了？摘不摘？摘摘摘摘摘。好，请站起来，请站。来，我们来讨论一下啊。应该对了。你说那个意思，我站最后一把。五个字，你长胡茬了。什么？你长胡茬了。点我最后答案。那就输吧。这就是最后答案。是你长胡茬了。你长胡茬了，对吧？好，那我现在给你们正确的答案，好不好？正确的答案是。这不财经频道吗？三。二一，哇！对，你长胡茬了，就是正确。那都对了，好像开门大吉啊！你知道开门大吉吗？这边两边都答对了，对吧？是的。但是啊，我们这边的用时是3分35秒，这边用时是。2分08秒哦，还哇，我们赢了，还有这一层。